愤怒带来冲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挖坑过来 ，A 一下，400块接回家。谢谢张小新。是最强大的敌人。我再来把长剑。还有2分钟开奖啊，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现在是1/6的中奖概率，一共6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呀，我为什么没带魔抗？算了，无所谓了。呀，这为什么凯南带着守护者？呀，他为什么出的是赛刀？呀，瞧不起人啊。行，你会为你的狂妄而付出代价。我直接扣上来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六下闪现砍七下十个药绝对不要坐等胜利的到来。这波线推完我们回家。走了，不走也可以，在这儿等一下。永远都怀着一颗吃个药，直接走出来啊！一刀，两刀，三刀 ，Q 过来点人，四刀，五刀。还有1分钟开奖啊！啊，还有30秒开奖了，还有最后30秒啊！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现在是1/6的中奖概率。不要被骄傲遮蔽了。W 个屁呀！那剑圣有控制，我 W 在这等死有什么用啊？死了就死了吧。谢谢老公，我要。还有9秒啊！就老公，我要一个老板。吐塔了，谢谢，干什么臭小子的飞机，大家有大气可以来刷点大气。嗯，咋的了？没看见，不好意思。剑刃与肉身，将为你指路。算了吧。一斩千击。干嘛呀？你信哥怎么回事？信哥，啊，信哥。先试试能不能把这赵信杀了吧，这家伙，这给我打的，这打这么多人呢？这简直都没完没了。我打个上单，一个辅助啊，5分钟跑到我上路来了。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三个人跟我一块玩。三个人玩个游戏还能玩的，下去杀德莱文，快点的！
冲动。一刀，两刀，三刀，他不补刀，还补不补？你不补刀，我也塔下杀你。你就补不补刀，你这波塔下都得死，兄弟。来，炮车不给他补。马上我们升六啊，这波把钩用了。来，摁波浪，开大招，一刀，两刀，三刀 ，Q 一下。我防御塔的区区。卡特琳娜来也没有关系，扑上来，刷刷刷刷，换吧，那就正好我们木印了，挺好。我也不知道他来抓我干啥，你说精神病似的，人见人欺呗，现在就是啊，我像是那种人见人欺的人了，是不是？行啊，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不出血色之印吗？不出啊，现在剑圣不都木印加收集者吗？你先打的，我们只要截住他就行啊，目的就是不要让他吃线，往这一呆。不祥之印啊，让他来啊，让他来，你看他敢不敢来，我还就不信那个劲儿了呢，他还敢过来，绝对不要坐等胜利的到来，冲动一击接着，谁来了，赵信来了，怎么还有个金身呢？你是？还好啊，我们的塔皮没掉，可以接受。下边他就没金身了。我将为你指路。一会儿出个水银海吧，这把来个水银海可以，装过头了，猴哥无所谓啊，我死就死了呗，死他也没吃到馅儿，我就给他300块钱，我吃的馅儿都比他多，他
他六级，我八级，马上九级，你来呗，那赵信，一会儿我就五级，没有关系，这无所谓。可以击穿顽石。他无论怎么玩的凯南，全必须都得被我越塔强杀，他都没法玩。我想知道我塔皮吃没吃到啊？我塔皮好像没吃着，没给钱。我靠，我扣把塔皮给那啥了，给躲了，没吃着，没吃着，我刚看了啊，那是小兵的钱，玩个屁呀！完了，收集这2300，我不知道。哎呀，算了，无所谓了。这样吧，走杀人去，我们已经无敌了，两件套了。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先把红打了吧，然后我们就杀着赵信。哎，算了，不打红了。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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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你怕什么？你给我上去来！你怕啥？你往前走来！一下，你也得死两下，三下勾过来。别怕啊、哦！把塔皮吃掉。卡特赶上就把卡特杀了，溜了，这打红的，从左边走啊，右边可能凯南能看见我们。我也可以在这里等一下这个凯南或者是赵信。哎呦，我这赵信虚区这么高，哇，这信哥这虚区，我不给你整把无尽是真是不行了。我这一看呢，有没有什么一刀斩的装备，我看看啊，给我来点一刀斩的装备。我先来个皮鞋，我来个暴击行不行，我先来个暴击啊，我得来个无尽蓝切，攻速太低了，这个剑圣不用攻速，这种剑圣就是收割一刀杀人流啊，往我这走来，无处可逃，赵信蓝应该有，我去看一眼啊。在这等他，我今天不把这赵信杀了，指定是不行。给我打死他！
给我打死这个赵信！可恶的赵信，握力训印，来出个握力训印。握力训印配无尽，再配一把蓝切。其实我觉得先抽个蓝切可能好一点，是不是？先来个蓝切，带来冲动。他也抽收集者，关键他红惩戒，你知道吗？他红惩戒能减我伤。来一刀吧，这杀这德莱文咱就不放大了啊！来，先杀这个派刺，来，啊，我是木印。不用蓝切，咱不是增加那个第一刀的伤害吗？一共我们就把自己想象成只能砍出来一刀，知道吧？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来，把这德莱文杀了。哦，派克啊！我直接回家来把无尽，不厉害呀！来，把这赵信给我杀了。你是真是什么也不怕呀？我这一看呢，队友呢？队友没来，我不能上啊！来，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啊。看看对面出不出来，西蓝刀啊，就一刀啊，也可以西蓝刀。这里应该没有眼儿，我们把德莱文给杀了来，一刀两刀，出走，往中走，再杀一波。你死了，我马上到。哎，小信心，我来了。卡特呢？卡特不往左边走，我是没想到的啊。你我曾经并肩作战，我没想到你如此狠毒，却要谋害我，小伙子，回家。先来个夺翠之脸，再来把无尽之印。一蓝刀无尽，再配个啥呢？形势先于蛮力，有没有五杀？给我来一波。好 ，Q 死 ，A 一刀。说实话，死的有点快。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训印呢？也可以训印。我们先不上了啊，让队友上吧。剑圣不太适合这种阵地战。嗯，他们有防御塔，不好去。走啊，这边。好，该我们了。闪现 Q 一下，直接收两个。再 Q， 再来一刀。哇，抓 Q。念咒。给我来个五杀，兄弟们！啥也别说了，性格啊，啥也别说了，性格。能不能五杀？再此一举！操！好疼！你好毒！你好狠毒！抠个屁！他狂风翼我就死了，他给我斩杀了，收集者给我斩了。再来一个暴击，现在我们一个 Q 如果暴击，不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可以打422等于什么玩意儿呢？哎，这德莱文什么意思？让我先扣死这个赵信，跟我冲！我起飞了 ，Q 上来，一刀，两刀，念咒，再 Q， 一刀，两刀，再 Q， 点燃一刀。他剑圣啊，收割起来就是这么的恐怖。我的大招还有多少秒？我能一直有大。我的大招呢一直持续，AP 剑圣。